起身啦！哦，瞓啊！哇，真系好远嘅。我瞓咗几耐啊？嗯，我温书你开始瞓一个钟到啦。哇！唔使扮啦，头先喺门口都听到你哋嗰啲打机声啊。哦，听到嘅咩吓？梗系啦，细佬啊，你嚟紧就嚟考 DSE 噶啦，你俾心机啲温书啦，唔好以话马担心啦。系啊。 我就嚟咧，个心负荷唔到噶啦。吓，妈，你真系有心律不正啊？头先咧，医生就话阿妈好小事嘅啫，未必真系个心有事嘅。啊，咁啊好啦，我哋识牛仔庆祝下啦吓。庆乜鬼嘢？祝乜鬼嘢啊？下个礼拜照埋个心电图啊，到时冇事啊，先再庆祝啦。一定冇事嘅，我哋预早庆祝，今晚我煮。哇，你咪啊搞乱我个厨房啦！哎呀。 喂，个钟搞咩啊？吓，点解咁嘅？我嗰日买错咗 size 嘅电啊嘛，咁我之后买翻啱，我换落去，咁都救唔翻，咁就报销啦。咪住，屋企 个钟坏到要报销，好唔吉利啊！难唔通我真系有事？ 嗱，你科学啲啦！呢个钟啊，用咗咁耐啊，坏咗有乜出奇啫？咁我个心啊都用得耐啦，咁坏咗又有几出奇？家人，同我 check 下心律不正最差嘅下场会系点样？哎呀，妈，你唔好自己吓自己啦！唔 check 我唔煮饭，即刻 check， 揾到啦，佢话咧。 心律不正最严重，可以引致休克，甚或乎系猝死。猝死啊！似啦，好似个钟咁样，报销啦。唉，我真系会咁严重嘅咩，细佬？有冇纸笔啊？做咩啊，妈？我要写低台分卡同埋保险箱密码俾你哋。 唔好咁啊，妈！猝死喎，咁啊随时都会发生噶嘛，梗系要做好准备噶啦。咁其实准备都有唔同嘅方向嘅，即系我哋可以准备啲前啲嘅嘢啊。即系点啊？即系我哋可以准备好一啲妈咪喺危急嘅关头，我哋有啲急救咁样。哦，即系学急救系咪啊？系啊系啊系啊！我记得啊，之前咧，我上网见到有条片咧，系教呢啲急救噶。我搵下先。 哎，呢条啊，呢条啊，俾我俾我，我揸住咧，你哋咧就去学习下，嚟，快啲快啲快啲，左手右手，只手摆喺心口，深度5cm 嘅深度，速度，一秒2下嘅速度，耶！哎，我识啦，细佬，瞓低俾我实习下，吓，嚟啊，冇啦，哇，轻力啲啊，其实试不如试真啲咯，好啊，试当真。 当真咧就唔系呢个时候开始试噶。吓，咁系咩时候啊？系啊，应该由你哋发现我有事嘅时候试咯。咁即系咧，你哋唔好望住我，咁咧就感觉下我开始有事啦，你哋就即刻出嚟救我。呢个好，即刻嚟，好，嚟啊，又嚟试当真啦。哎呀！ 妈咪，你冇事啊嘛？未有事，留心啲。冷醒。哈啾！妈，我嚟啦，我嚟啦，我嚟啦。冇事。喂，我等几耐噶？ 佢好似都唔記得咗自己個心有事咁嘅。其實咁咪好咯，咁佢唔使咁大壓力啊嘛。係咯，咁依家點算啊？即係當之前好似冇事發生咁樣，做翻之前嘅嘢。即係打機啊！打啦。考試啊，温書啊！
似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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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群姐啦，我哋嘅群姐翻嚟啦！咁、我哋当冇事发生，做翻之前嘅嘢啊！我扮瞓觉。嗯，左手右手，直手摆向心口。大家好，欢迎收睇《医生与你》。今集有我梁海宁 Maggie 同榕树恒医生 Patrick 为大家主持节目。见到处境期入面啦，群姐佢哋一家人咁齐心咁学急救啦。嗱，虽然有啲虾碌，但我都终于可以为佢哋放松落嚟，唔使为佢哋担心啦。系啊 ，Maggie 有急救意识咧，梗系好事啦。咁行动系最实际，学识急救咧，你唔知几时会有用，分分钟可以救人一命。係啊，咁不如咧就先介紹一下今集嘅三位嘉賓先。佢哋分別係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內科學系心臟科教授謝洪發醫生、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沈劍剛教授，同埋美國註冊營養師李振陽 Edward。歡迎三位。嗱，謝醫生啊，我哋入正題先啦。其實乜嘢係絕死呢？絕死係咪同心臟問題一定有關嘅呢？通常我哋講猝死咧，就係當由病發到真係死亡呢一個鐘頭內咧發生嘅事咧，我哋叫猝死。嗱，咁猝死咧，其實當然最大可能性就係心臟問題啦。而心臟問題咧，包括可能係因為心血管阻塞啊，引致例如心室顫動啦，或者係心肌毛病引致心肌顫動都會。另外當然咧，亦都有啲病人咧個心臟太弱啦，唔係跳亂嘅，淨係停咗都亦都會發生。咁除咗心臟病之外咧，亦都例如呼吸病啦，例如有啲人真係嚴重哮喘，亦都會試過有猝死嘅問題啦。或者咧，另外腦血管病啦，即係例如中風啊、腦出血啊，亦都會引致猝死。咁同埋包埋最後咧，就係啲大血管阻塞啦，即係大血管撕裂啊，啲主動脈，尤其是老人家咧，亦都會最可能咧發生猝死嘅問題嘅。嗱，心室顫動咧就有猝死嘅風險嘅。我上集提過啦，會分一線預防啦，同埋二線預防咧，去考慮裝唔裝呢個除顫器。一線預防咧，即係你未有事嘅時候，但係裝定先。有心臟病發過啊，或者有心臟功能差嘅病人咧，就可能需要啦。二線預防咧，就即係咧，你個心臟咧已經跳亂過啊，咁急救過，甚至係死過翻身，咁醫生咧就一定會勸你咧裝咗先啦。咦，咁我想問一下啦，會唔會有啲朋友咧，可能自己只係家族史有呢個病啦，佢自己身體咧就冇乜問題，但又怕毫無先兆下咧發病，想買個保險裝咗先嘅咧？嗱，謝醫生啊，究竟應唔應該裝機？有啲咩需要考慮嘅呢？我哋知道有呢啲咁嘅猝死嘅情況有啲係有遺傳嘅因素嘅。咁當然如果有遺傳因素之後，都唔係代表100% 你啲一定有問題嘅。咁通常我哋睇下，第一就要睇下個屋企人佢遺傳嗰類病係個傳，即係會傳播嘅率係幾高啦？係咪真係一半以上啊？或者係四分一嘅情況啦？第二就係就算你有個基因咧，都唔係個個都會發病嘅。咁所以咧，就算你話屋企人有人試過，我哋都要揾醫生咧做個評估，例如做心電圖啊，做個超聲波，睇下佢係咪高風險咧，我哋先至考慮佢需唔需要做呢個一線預防嘅除顫器嘅。我哋經常咧聽到人哋話絕死啦，可能都係發生喺一啲嘅比較寒冷嘅冬天啦，或者係做緊一啲劇烈運動咁樣嘅。其實絕死係咪同天氣同埋做運動好有關係㗎？絕死咧同好多極端天氣都有關係嘅，包括嚟極度寒冷啦、極度酷熱啦，或者有時大地震咧都會引致增加絕死嘅風險。咁點解會呢啲咁嘅轉動天氣？多數都係因為太緊張啦，個人腎上腺素提高咧，增加絕死。咁同樣嚟講咧，做運動一樣啦。平時我哋大部分做運動咧，即係平時喺屋企做運動啊，自己做運動咧，其實風險相對唔高嘅。咁但係大部分咧，當例如做緊競爭性嘅運動，即係例如做比賽啊，或者出去做馬拉松比賽嗰陣時咧，因為有競爭性，個腎上腺素容易更加提高，或者會將自己個最推到即係最高一點嘅能力咧，咁容易引發咗心臟病發嘅情況，所以亦都容易增加猝死嘅風險。啊，沈教授啊，喺中醫師方面咧，有冇理論咧去解釋你猝死同埋天氣同運動嘅關係咧？好早就已經有記載嘅啦，係《黃帝內經》。我哋講咗咩咧？就係其實受寒係好重要嘅因素啦。因為中醫認為寒邪咧係屬於陰邪，係所以佢寒邪咧寒氣咧係可以凝滯血脈啊，所以就寒性凝滯，所以就引起氣血不通，不通則痛，所以可以誘發心肌梗塞啊呢個方面，同埋同都係引起氣血。鼻塞不通，因人嚟住嘅一個基礎，所以受寒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
少量的運動，比如打太極拳啊，或者係八韌梗啊，輕度嘅運動咧係對身體係個好嘅，但係距離嘅運動咧都會影響氣血嘅運行嘅阻即突然間阻塞，所以引起嗰個猝死啊，所以突然間死亡嘅嗰個因素。所以中醫認為係閒斜跟過度嘅運動咧，或者係情志嘅過積。係都會引起嗰、那個猝死嘅一個原因咯。咁我哋一直強調咧，急救對心律不正嘅患者好重要啦。而家啲公共場所，好似康文署轄下嘅場地，都有裝置一啲嘅自動心臟除顫器，即係 AED 機，喺突發情況下協助急救心律不正嘅患者。咁究竟黃金五分鐘點解咁重要咧？謝醫生。如果啲病人有呢個心室顫動咧，如果個心臟唔運作咧，其實泵唔到血去好多其他身即係唔同器官咧，咁其實個人咧就會有死亡嘅風險。而如果就算太遲救到，就算個人冇生命危險咧，個腦缺氧咧都影響個人嗰個生存嘅機會嘅。咁所以咧最緊要急救嗰陣時咧，就要頭嗰幾分鐘一定要盡快做。咁當然啦，即係除顫器係其中一個辦法啦。咁但係如果冇除顫器咧，就心肺復甦法咧都好緊要嘅。其實咧，而家香港咧行政上咧都冇規定話任何處所入面咧一定要裝呢個除顫器嘅，但亦都有傳媒報道過啦，發生有病人喺場所唔舒服需要急救，但竟然咧出現適用嗰個職員咧竟然放咗假。嗱，謝醫生啊，其實你覺得香港人急救嘅意識強唔強呢？如果你以外國的文獻嚟講，或者外國經驗咧，通常接近過半的人咧識急救或者識用呢啲咁嘅即係自動除顫器。咁喺香港嚟講咧就比較少一啲啦，即係我哋香港可能我哋睇過個記錄咧低過10%啊。咁所以有好多時候咧，我哋其實應該提倡咧喺我哋學校嗰度咧增強呢個做急救啦，或者咧亦都要引入咧學啊點樣用呢啲咁嘅自動除顫器。呢一個疾病咧就突如其來嘅，咁但係我哋自己咧就係身體嘅主人嚟噶嘛。咁要保養好自己咧，自然咧就冇咁容易患病啦。我想問一下我哋嘅註冊營養師 Edward 啦，作為營養師有咩建議俾我哋心臟病嘅病人呢？本身如果心臟病或者心臟比較唔係幾好嘅朋友咧，其實應該最主要咧，我哋首先要避免煙酒啦，一啲比較高濃度嘅咖啡因嘅食物或者飲品咧，其實呢啲食物其實都係會影響到佢哋心臟會唔會加劇佢哋嘅再變差嘅情況啦。以咖啡因為例子，其實過多的咖啡因的飲食或者飲品其實會增加了血入面的腎上腺素的水平，跟住其實都會增加他們的心跳，令到他們再跳得更加多，其實就抵消了其實想他們維持一個正常的心跳的水平。其次食物方面，其實我們都應該要低脂、低鹽、低油，還有一個比較高纖維的飲食。如果我們說某一啲嘅營養素會唔會話需要食得多少少？其實可能一啲礦物質，譬如鎂或者鈉，其實呢一兩類嘅礦物質其實可以食得多少少嘅。啱啱阿 Edward 你提到咧，即係鎂同鈉可能要食多少少啦。咁其實點樣先為之足夠咧？同埋有咩食物可以揾到鎂同鈉㗎？根據食安中心標準，其實我哋成年人每一日應該攝取220至260毫克嘅鎂啦。咁如果放鈉嘅方面咧，就2.7至3.1克。放每一個成年人每一日的標準嘅，咁如果講鎂咧，其實我哋比較上多啲嘅話，會有一啲果仁啦、種子啦，同埋香蕉其實都會比較多嘅。咁調翻轉啦，鴿咧其實香蕉都係其中一個比較多鴿嘅水果啦。其實其次仲有一啲譬如番石榴啊、番薯啊、薯仔啊呢一類都會比較多嘅。咁如果想預防心血管疾病咧，你有咩飲食建議啊？其實因為心臟病都是我哋香港人十大嘅頭號嘅殺手之一啦。咁如果我哋想避免有三高嘅風險咧，其實我哋要遵守咧就係三低一高嘅飲食方法嘅。咁三低就係低脂啦、低鹽同低糖。咁一高咧就係高纖維嘅食物啦。咁啱啱都講過啦，其實一啲比較多維他命啊或者礦物質嘅食物，其實應該攝取多啲嘅，因為入邊嘅營養素或者我哋嘅佢帶俾我哋嘅抗氧化物，其實都會保障到我哋心血管嘅健康嘅。除咗飲食之外咧，沈教授啊，有咩建議咧可以幫我哋預防心律不正呢？其實中醫係非常之強調治未病嘅。未有發生之前就防止。其實啱啱營養師都講咗，其實好多理念跟我哋中醫嘅理念都非常之相似嘅。我哋有幾個箴言送俾大家：第一係叫濕寒温，第二個係調飲食，第三個咧係調情志，同埋咧腎氣虛啊，
啊。意思咩咧？就天氣變化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注意多著衫。你知道嗰個寒邪越清咧，係可以誘發心臟病嘅。同埋咧，節飲食。我哋中醫講係高糧厚味咧，係就會誘發嗰個心血管病嘅基礎嘅啦。所以咧，就要食啲比較清淡嘅飲食。啊，同埋容易消化嘅，同埋咧冇咁多刺激性嘅食物。第三個方面一定要調節情志啊，就我哋就要一個非常之平和嘅心情啦。喺我中意講氣機升降啊，四氣機嘅運行啊，都跟你情緒係相關聯嘅。所以如果我哋調節好自己啲情緒咧，反而係可減少好多發生個心血管事件嘅基礎。仲有一個就要個所謂起居嘅問題咧，我哋中意講到四時養生係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嘅嗰個生物節奏都唔一樣嘅，所以我哋講陰陽氣血嗰個狀態唔同嘅，都要調節。所以整體嚟講，中醫係強調一個整體嘅調節。咁謝醫生有咩建議啊？好似頭先講者講，最緊要控制啲高危因素啦，咁即係適量嘅運動啦。咁同埋當然啦，即係如果尤其是自己係高危一族，例如即係發現啊，原來開始。體重過高啊，血壓有高的問題咧，就要自己要留意咯。咁當然咧，頭先你都講過啦，最緊要希望多啲人去學識做呢個心肺復甦法啦。謝醫生啊，有冇一啲外國嘅例子咧，都值得香港去借鏡嘅咧？嗱，第一樣嘢咧就係由基礎做起啦。好多時候咧，好多外國地方咧，又喺中學啊或者小學咧都會教呢個做急救嘅。咁呢個就第一樣嘢能夠廣泛啲推行呢個即係可以自己識做急救啦。第二樣嘢咧就而家好外國好流行咧，用唔同嘅 apps 啊。啲 apps 有兩種用途，第一就可以話俾你聽邊度有呢、這個自動除顫器。第二咧就亦都有啲 apps 可以嚟夠呼喚其他識急救嘅人咧去發生病患嘅地方咧幫手做急救。第三樣咧亦都有啲比較偏遠啲嘅地方咧用啲航拍器，就如果你開咗個人有問題咧，佢開咗 app 咧，個航拍器都要將個除顫器咧運送到個病人附近嚟加快咗急救嘅速度。今日好多謝三位嘉賓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用嘅資訊。Maggie， 一連四集總算解開咗你對心律不正嘅疑慮啦。而家個人仲有冇咁擔心？個心仲有冇咁卜卜跳啊？哇，容醫生，如果我同你講我個心完全冇卜卜跳，我怕嚇親大家喎。嗱，不過放心，我而家個心跳咧係正常嘅，仲有啲放鬆添。嗱，因為節目又到尾聲啦，我哋又完成咗一個疾病嘅討論同分享，嚟緊會有而家到訪環節，一齊睇下。Chaco 係一個全職媽媽，有兩個精靈嘅小朋友。哥哥俊俊今年四岁，妹妹浩儿七个月大。Chaco 同时间要照顾两个小朋友，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噶。俊俊由出世到而家，一直都系同妈妈瞓。妈妈 Chaco 想培养佢试下自己一个瞓，但系暂时唔太成功。咦，瑞文你喺度嘅？系啊，邓医生专程嚟揾你噶。因為有位家長咧，佢有啲同小朋友同床瞓嘅問題想請教，不如我哋透過視像同佢傾偈啊！好啊，嚟我房傾啊！Chaco， 鄧醫生喺度啦，我知道咧，你有啲小朋友咧同父母同床瞓嘅問題想請教喎，係咪咧？係啊 ，Hello， 我想問咧，因為我個仔咧俊俊，佢由出世到而家一直都同我一齊瞓嘅，咁但係自從舊年咧妹妹出世之後啦，我成日半夜咧就要起身餵奶。咁變咗我同埋即係大人同埋俊俊啦，都瞓得好差咯。咁我就試過想俾佢自己一個瞓嘅，但係就唔太成功啦。佢點都係要黐實我喎，瞓得唔好又會成日扭底啦。就想問下，其實咁樣係咪正常，或者係冇咩原因會咁樣咧？我諗咧，俊俊咧，其實而家就面對緊兩個問題。第一個咧就係個睡眠質素變差啦。咁其實平時咧，我哋要瞓得好咧，有兩個因素嘅。第一個因素咧就係一個寧靜安全嘅環境。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心理上嘅安全感啊嘛。咁啊，妹妹出世之後咧，媽媽唔多唔少咧，要花多咗時間心機去照顧妹妹。咁變相咧，俊俊咧可能會覺得係少咗媽媽嘅關注嘅喎。咁呢度咧都會影響咗佢夜晚個瞓覺。佢扭計嘅情況啊，咁可能都同瞓覺質素差咗，同埋呢一個心理上嘅安全感少咗咧，都會有啲關係嘅。
其實咧，小朋友同父母同床呢個情況咧，真係好常見咯。我自己咧兩個仔都係噶，到而家咧間唔時都話即係有同我一齊瞓啦咁。咁但係會唔會話小朋友同大人一齊瞓嘅話咧，有咩好處定係唔好處嘅咧？咁但係醫學界嚟講咧，就好多都話細細個個 B B 咧都唔好同床瞓嘅啦，因為基於嘅安全考慮啊。咁啊，父母嘅身形就比佢大好多噶嘛，好容易會扎親佢。咁至於唔同床，但係同房又得唔得咧？咁醫學界就眾說紛雲嘅，有啲就話咧早啲分房去瞓咧，咁就對小朋友會獨立性啊、自主性咧就會好啲啊。但係有啲咧就會話啊，唔同床，不過同房去瞓咧，就會令到小朋友嗰個心理發展啊、安全感啊、同父母嗰個聯繫啊會好啲啊。咁而家咧多數都係傾向後者嘅。咁鄧醫生，我想問咧，小朋友有冇話去到咩年紀就應該同家長分翻開瞓㗎？咁呢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好啊！咁其實咧係冇一個絕對嘅歲數，話幾多歲小朋友要同爸爸媽媽分開瞓嘅。咁好視乎咧小朋友個性格啦。如果係比較外向、獨立啲嘅小朋友咧，好可能咧就早啲可以自己去瞓覺嗱。嗱係調翻轉啦，如果小朋友係比較相對內斂啲、相對黐身啲嘅，咁就會比較遲啲先至會分房瞓覺啦。咁一般嚟講咧，大概五六歲可以分房瞓覺咧，其實就好合理嘅啦。嗯，咁我想問，如果佢堅持要同我瞓啦，有冇啲方法可以慢慢改善呢？第一樣嘢就記住，就係要循序漸進嘅，千祈唔好諗住一刀切啊，一下子就趕佢去第二間房。初頭咧，我哋可以用呢一啲插圖啊、啲圖書咧，係解釋小朋友長大獨立嗰個過程啊，同埋嗰個重要性啦。然之後咧，我哋亦都可以慢慢咧佈置一啲啊佢中意嘅公仔啊，一啲中意嘅物件放喺床上面啊，等佢可以一齊參與呢個新床鋪嘅整理過程啊，咁佢就會開心啲，同埋投入多啲咯。然之後，我哋慢慢咧就先分床咯，例如將佢嗰個新床咧就擺喺爸爸媽媽個床隔離，等佢雖然分開咗，但係都有一個好好嘅安全感。然之後等佢逐漸熟習嘅話咧，就將個床嘅距離移遠啲，去到一個適合嘅時間咧，就先至可以分開嗰個房咯。咁因為有咗哥哥而家呢個經驗啦，妹妹我就諗住唔會同佢一齊瞓噶啦，因為我驚佢好似哥哥咁樣甩唔到身啦。咁會唔會？點樣可以做好啲？好似又好唔公平咁樣咧。咁其實唔使太擔心嘅。進個情況咧，其實一個過渡期而出現一個狀況啫嘛。妹妹嗰方面啦，其實咧我哋都唔需要咁急嘅。現階段啦，我哋只需要分床，不過同房去瞓覺，俾一啲合理嘅安全感佢。然之後視乎佢嗰個性格發展，安排佢分房瞓覺咯。所以都唔使太擔心嘅。嗯，明白曬，多謝鄧醫生啊！咁希望咧，鄧醫生可以俾到多啲意見你咧，令到你同埋俊俊同埋妹妹咧三個人都有覺好瞓啦，嗬！Thank you。